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以及我们的长官。我们就是在这里再次谢谢我们的高明健董事长、张博雅院长、李璇考试院长、高静秋理事长以及卢美秀监事长、林志成校长、王中庭特助、蔡一个大合影，最后一批的大合影，谢谢谢谢。第三批的伙伴，请谢谢我们这第三批的伙伴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也请我们漫画以及伦理的这个得奖人都一起上台。